7月7日，有网友在香港机场偶遇张智霖夫妇，还发文称就是一家三口，没口罩，没墨镜，没助理，魔童背着一个大背包站在两人中间，一家三口同框超温馨。照片中夫妻俩正在办理登机手续，时不时交流着什么，而且两人都穿着长袖，只有魔童自己穿着短袖。三人的穿搭还真的挺奇怪的，一半像夏天，一半像秋天。张智霖还父爱爆棚地用手抚摸着魔童的脸蛋，魔童的个头又长高了，自言还真挺帅气的。一家三口同框真的太幸福了。张智霖与袁咏仪是现在演艺圈模范夫妻档，两人恩爱程度羡煞旁人。不过其实袁咏仪近来受访透露，早期和张智霖交往时受不了他贪玩的个性，频频吵架，加上产后袁咏仪罹患轻微忧郁症，当时可是让他险些离婚。袁咏仪接受媒体访问时透露，当时两人交往时就因为张智霖太贪玩而成天吵架，婚后两人关系降到冰点，更是因为张智霖一周打足7天麻将，让他觉得张智霖实在太过分。